你打算就用这盘豆腐来改变我的想法，那你该直接拿给月子。三叔，我们虽然心思不多，但请不要把我们当成没有脑子的白痴。如果不改变你的想法，像今天华远杯赛场上发生的事情，就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上演。是这样啊，这个世界啊，有很多的事情，它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。所以我劝你啊，还是回去啊，好好生活。我保证不会再有人打扰和束缚你，这样我们互不干涉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忘了告诉你，除了豆腐，我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改变人心。嗯，阿泽，你所担心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。现在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接儿子？
郝允杯是公正的，亦是残酷的，他不会为任何一位选手开辟特殊通道。吴一航选手其实患有比较严重的恐高症，但他只有尽量克服障碍，达到顶峰，才能拿到最终的荣誉。小心！别慌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一航，放松一点。一航，加油！别慌，别慌，别慌。吴一航，远身校队的吴一航选手发生了一点意外。吴一航，怎么样？吴一航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伤？不伤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没时间了。秦一川已经累了，这是我们唯一能夺冠的机会。我们只有拿了冠军，才有关注度，这样你就能找到你娘了。远山小队一个都不能少，你把眼睛蒙上，我带你上去。你别固执了行吗？现在我们在华远杯上付出的每一份努力，为的不是夺冠，是我们在该闯荡的年纪遇见珍贵的人，为了同一目标风雨同舟，这样的情感我一定会珍惜。对，小爷我夺不夺冠不重要，照样有一大帮人找我工作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冠军一抓一大把，兄弟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对，一起冲向终点，完成比赛，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这次，你什么都不要怕，我们就是你的眼睛。远山小队，同进同退。对，远山小队，同进同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。获得第28届华远杯总冠军的是江浦实验中学的芝兰小队，掌声。恭喜恭喜。
那作为本次华远杯的总冠军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们说吗？有请发表你们的获奖感言。比赛如同一场战争，我爱比赛，所有齐川永不毕业。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所有的冠军们。下面我们要颁发一个特别的奖项，经过七校联盟主席团的一致通过，决定颁发京城与共奖，颁发给同样优秀的平京一中的院。来年再战。你以为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个，没想到还能拿到奖。是啊，我也没有想到。不要摸了，上面全都是你的手汗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还怎么拿奖杯？哎，真沉呐、啊！小心点儿，别摔坏了。这个奖，哎，你们说呢？我们拿到这个奖，以后是不是就成明星了？行了你，你就安心在家当个宅男吧，每天吃吃零食，看看女团跳舞，这人生多圆满，是吧？也是哦，孩子们，哎，孩子们，大叔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哎，你们真的长大了。您看我们比赛了吗？我们是不是选手里最亮的？当然，当然了，你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。嗯，一年前你们都还是不懂事的臭小子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这个奖杯，叔先替你们收着啊。好，爹啊。你说娘能看到我？能看到，她一定能看到。哎呀，真正怕你的是我们身痛，就想吃大和叔您做的满血豆腐。今天大和叔有一份特别的豆腐等着你们，我先回家准备准备，你们快点啊！哎，什么特别的豆腐？你们说娘到底能不能看到我？肯定能，全国人都能看到啊。行了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，疼吗？哦，别，这多轻一点呐、你呀，哎，行行，你真棒，行，就你最棒啊。哦，爷爷好，老板娘好。嗯，元山。今天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啥事儿爹？卖关子干嘛？搞这么严肃，您快说。爹以前一直想做出一份能改变人心的豆腐，但是
一直没有成功。今天，爹要给你吃一块特别的豆腐，它将改变你的人生。阿泽，他准备好我也退步了很多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尝尝。远山，你这个时候还能睡着啊？
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老师再见。华远杯违规换人的黑幕，在大家的努力下得到了应有的处理。我们的华远杯征程到此已经画上了句号。但每一次的结束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。我们即将到达高中生涯的最后一站，解开最后一道难题。高考。恭喜啊，恭喜恭喜啊，祝贺你们，恭喜。
木木，你看大横叔眼睛都看直了。大横叔，要不我们照一张合照吧？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我来拍，师傅快来，来，站这。耶！我手机没电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在什么？啊，我手机没电。好，来。大哥说亲一个我那普通高三就在张远山的强势加入下变得不再平凡。这一年来我们闹过吵过哭过也笑过，将来的人生路上可能春风得意也可能坎坷不平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一直走下去。远山小队同进同退。